我觉得就是因为我后续没，就今天结束了，我后续还有三项比赛，我觉得就是不能太兴奋或者太亢奋，怎么样呢？就是一直想保证自己身体的状态和心理的状态都保持一个平和吧。我觉得，但是今天真的就是很感谢这两位队友，可能没有这，可能他俩失去了一个，我也拿不了这个冠军。就是我觉得这个金牌不是我的金牌，就是还是团队的金牌。我觉得，这就是中国队的传统。嗯。